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270面，270面第二行，从第二行看起。修诸功德，昼夜不断，表发大心后之大心，因闻名而发心，修诸大行，是为第19愿之全文。其中六波罗蜜亦称六度。度者，度生死海，到涅槃之岸也。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这是一段的开始啊。前面。是讲发心，发心之后要有行动啊，否则心发了之后没有行动，这个发心是假的啊，不是真的。佛法里面所讲的虚愿啊，你这个愿呢不能落实啊，所以发愿之后一定要有行动啊，要把用行动来满自己的愿心啊。发心是文明啊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大德大能，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在六道里面没有法子获得解脱的，也能帮助他们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，这一种的愿心功德，阿弥陀佛都已经圆满了啊，经上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10劫了，这个10劫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啊，即使是10劫之前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现在再差2劫，他就圆满了。啊，这话怎么说呢？《观经》上讲的，佛说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啊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12劫就花开见佛无生，也就是我们
中国佛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诸位要记住，这是你自己修行成就的，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啊，真实的德能呢，十二劫。啊，如果你要是下品上生的，现在已经成佛了，啊，已经花开见佛了。你是这个功德多殊胜。啊，十二劫的时间在我们看起来很长，在极乐世界人看起来很短，他们的寿命无量劫了。前面这个十二劫不算了，大彻大悟啊，就是往生十报庄严土。你看他在极乐世界同居土、方便土升提升到十报土啊，到十报土就是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了，我们就清楚了啊。这四十一个级别圆满的时候要多少时间呢？是三个阿僧祇劫。这个三个阿僧祇劫叫无功用道啊，没法子修行。为什么呢？那不能起心动念嘛。啊，这个境界里头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。那么诸位要知道，凡身同居土里头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都有啊。方便土里面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。啊，执着的念头都断掉了，你就不在同居土了，你就在方便土了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，这下面会讲到。啊，即使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。这个意思就是啊，虽然他是凡夫，可是在极乐世界的同居土里面，他享受的待遇跟十报土相同啊。阿惟越致是十报土的菩萨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。凡圣同居土的往生的人啊，即使下品往生，身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。这个经上讲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祖师大德跟我们解释的很清楚啊，那完全是随顺古印度人所说的。实际上呢，大乘经教里头讲的很多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下下品往生也是啊。啊，这是无比殊胜的稀有的庄严
十方诸佛国度里头没有这种事情，只有极乐世界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48愿的加持。如果我们读48愿，能够依照48愿去发心，每一天也跟发阿弥陀佛同样的愿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效果不一样啊！虽然完全相同啊，光明大小不一样。你现前发愿生到极乐世界，光明就很大；没有发过愿的人，有光明，光明不大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我们就晓得，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应当全心全力、真心祈愿的，认真去修学。要搞别的，那都是障碍。不要说是法。要干干净净，彻底放下，连佛法也要放下。为什么？《般若经》上佛讲得很好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那“法上应舍”是对谁说的？就是对我们念佛人说的。其他的法都不要学了，就专老实念佛，一心求生净土。到极乐世界了，一切都圆满，样样成就了。专心去净土，到了净土得到的时候，那一切一切一切皆已，真的是真大圆满了。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发心功德不可思议，修诸大行，念老在此地注解说，这是第19愿的全文。大行要包括小行。没有小行，大行是假的。在古时候，不必这说法，为什么呢？小行个个都修了，没有一个人不修的。小行是做人的规矩。人都没做好，怎么能成佛呢？小行是什么？小小戒不能舍。弟子规，感应篇是善业，这是小小戒，这是小行。有小行的基础，你才能修大行。大行，此地给我们列出来6波罗蜜。6波罗蜜，菩萨修的，这大行呐。小行是人天修的。那小行就很重要了，决定不能疏忽。佛弟子在这个世间，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，这个好样子的标准
就是《弟子规》十三页感应篇，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这个东西叫做家教，每一个家庭，男女老少都要遵守的，叫规矩嘛，家规嘛。那没有规矩就不像个家了啊！所以像这些小行的话，从小就学会了啊。可是，在今天呢，啊，我们在说最近这个一百年，传统的教育疏忽了。从中日战争之后，我们就把它忘掉了，不但看不到了，没人去做了，听也听不到了，没说过啊，对于这些名词都很陌生了。啊，什么叫《弟子规》？没人知道。啊，什么叫《感应篇》？什么叫《十三页》？一般社会大众不知道啊。啊，最近这些年，我们学佛的同学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了，不找回来不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想啊，在家学佛，为什么十三业做不到？出家学佛，沙弥律仪没做到啊！这是学佛的根本，根本没有了，哪有枝叶化果？啊，除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之外，那是真的成就。其他的没有戒定慧，通通不能成就。啊，那么净土往生有没有具足戒定慧呢？你细心去想一想，记住了。选择这个法门是智慧啊！没有智慧，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法门呢？那我们看到许多没有智慧的人，那不认识字的这阿公阿婆，乡下人，那他念佛也能往生，瑞相也稀有，他有智慧吗？他有。这个我们一般讲善根啊，他有善根，善根就是智慧啊，他能选择这个法门，选择之后永远保持，一生不退。这不是智慧是什么？啊，永远保持一生不退，那就是戒律啊，那就是定啊，戒定啊。啊，念佛的功恨圆满，没有离开戒定慧三学，所以这个法门是真法，一戒定慧就是真法啊！有这样的基础了，
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六波罗蜜。啊，六是六条，六个项目。波罗蜜是印度话，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圆满的意思。这六个项目啊，每一个项目都做到圆满了。啊，第一个是布施。啊，布施的真谛是放下一切虚幻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是有为法。所谓有为法，有生有灭，它有变化。啊，它是缘生之法，叫因缘生法。这些东西统统要放下了。啊，佛法也是因缘生法了。众生有感，这是因。佛菩萨来应呢，这就是果。因果。啊，佛法在建立在这个世间也不离因果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啊，都应当要放下啊，放下。怎么个方法？佛告诉我们，不是事上放下，而是心上放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事出世间法，事有理无啊，相有性无啊。你能与这个相应，你就是觉悟了。觉悟就叫佛法。你跟这个不相应呢，那你就迷惑了。迷就叫世间法。啊，其实世间跟出世间也没有界限呢。啊，只是觉跟迷而已。啊，觉了就叫出世，迷了你就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，所以叫世间啊，所以要觉，就是在心啊，心里觉悟了啊。于是在我们功夫没有圆满的时候啊，念佛人没有往生之前就是没有圆满，往生就圆满了啊！没有圆满之前，我们还有这个身，还在这个世界，怎么放？四，恒顺众生啊，心呢也尘不染啊，这个就是《还原观》里面讲的四德的第一德。叫随缘妙用啊！啊，随缘是恒顺众生呐、啊，妙用是你一尘不染放下了，这叫布施，放下了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你施财、施法、施无畏，那都是求世间福报。你看了、啊、施财得财富。那施法得聪明智慧，施无畏得健康长寿，没离开六道啊。这是件事啊。如果你不管是什么啊，
是财也好，是法也好，是无为也好，心里头不露痕迹，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若无其事，那是真的不是波罗蜜。啊，不是后头加个波罗蜜，否则我们呢，只有布施，没有波罗蜜。这个要懂啊。啊，你就不圆满了。为什么？跟自信不相应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何等的庄严！啊，心不清净，怎么能往生呢？那不是很多人往生呢？对，很多人往生，他在往生的时候，那一念是清净的，就最后的一念。哎，平常都不清净，就那个时候清净了。他就有资格往生了，他那个时候不清净，他就没法子往生。啊，所以这个清净心啊，我们要在平时练，尽可能的去练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学什么？学不染着。啊，不被境界所染，不执着这些一切法，事出世间法都不执着。啊，要训练这个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功夫就纯了。啊，功夫纯，往生就有把握。啊，你往生的品位就高了。啊，品位高也很重要啊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能很快速的通过同居方便，你就入十宝图了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种修行对我们有真实利益。这世间干什么好事，都没办法。啊，好事是要干。啊，决定不能着相，可有可无。啊，这是真正的大事。啊，这不是真正的意思。啊，但是布施确实有后遗症，这个后遗症是什么呢？财布施得财富，得财富是后遗症。怕的时候，小财你可以舍，财一多了就舍不得了，就不肯舍了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那你就被六道轮回绑住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戒引你也没办法，拉都拉不去。啊，所以这个要知道，啊，不能放在心上。第二呢，持戒。持戒简单的讲，守规矩，这就是持戒。啊，我们年轻时候学佛法，老师把菩萨戒里面的四种戒跟我们讲了很多遍，啊，让我们要记住，决定不可以犯这个四种戒，菩萨四种戒。啊，第一个，不做国贼。也就是说，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的事情。为什么？罪太重了。啊，你像中国有13亿人，你要做
伤害国家的事情，那个戒罪要向13亿人戒罪。你说你麻不麻烦？你怎么能还得清？比如说公共设施，我们侵犯了，很小啊，比如说一个电话机，这是国家设的，公用电话，我们把它偷来了，拿回家自己用，主人13亿人。你这个偷盗就是你的债主就13亿，你哪一辈子能还得清？所以戒经里面佛说，你造无逆十恶罪，佛能救你。你盗三宝无，佛不能救你。国家无等于三宝无。那个国家小，人少，那个罪就轻一点呢。那个国家大人多，那个可不得了啊！您可以饿死冻死，也不能侵占一丝毫的财物。饿死冻死，你心正，行正。是身体有生有灭嘛？身体死了，灵性没有死啊！你的心行正，这个身体死了之后，你灵性提升了。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，当然最好的是极乐世界，选在极乐世界念佛往生，真的饿死冻死也往生极乐世界，真的解脱了吗？离世都要通达明了，佛法的修学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呀！在这个六波罗蜜的统统都有啊，持戒、禅定、般若，般若是智慧。弟子规感应篇是佛法的根本戒，也许有同学会怀疑，这儒家道家的跟佛法有什么关系？那就问得很好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佛教到中国来这一段历史，他知道历史就明白了。佛家确确实实的有小乘戒，有大乘戒。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佛子就是佛弟子，若不修小，不先修小乘，后学大乘。非佛弟子，释迦牟尼佛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，一定从小乘戒修起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小乘经翻译的非常完整。现在南传的大藏经
巴利文大藏经跟我们中国大藏经的小乘这一部分，大概它只比我们多50部，小乘大概也将近3000部，你看这多50部，可见的我们翻译的很完全啊，叫四阿含。在隋唐的时候，小乘有2个宗派，一个叫陈实宗，一个叫居士宗，啊，都是从这里奠定基础的。再学大乘，可是唐朝中叶以后，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倡议不修小乘，啊，不修小乘怎么办呢？用儒跟道代替小乘，儒释道啊，就真的关系就密切了。啊，外表形式上有儒释道，骨子里面是一家了。啊，所以儒，你看，他也学佛，他也学道；道，这些道长，他也学儒，他也读佛经。啊，佛门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这些出家人，读4书5经，读老庄。啊，用儒用道来解释佛的经典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古大的著述里面都看到，所以儒释道成了一体了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不能分呐！啊，你要分着，那你是外行，你根本不懂得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懂得传统文化，你就晓得这三样的顶置三足。三足鼎立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采取儒家的《弟子规》啊做根本戒，道家的《感应篇》啊，后面是佛教的《十善业道》。啊，经文上面也找得到根据。啊，《观经》里面讲的净业三福，佛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三条啊。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诸佛净业正因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三世诸佛都要依照这个标准来修学，这讲得这么清楚啊！第一条里面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。那我们想一想，这两条怎么落实？怎么做法？《弟子规》就是的呀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讲的就是孝顺父母，尊重师长，尊师重道啊！啊，下一句讲慈心不杀，这讲因果啊！杀人要偿命啊，欠债要还钱呐、啊！这不但杀是杀人呐、啊，你杀一切众生，众生都向你逃命啊！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，现在确确实实有很多有特异功能的人
啊，有天眼通，有天耳通，有他心通，我们都见过。天耳通他能看见，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。天耳通的他看不见，他能听到。啊，他心通、虚命通，那个就更高层次了。啊，真有这样的人啊！告诉我们这是事实真相。也有天童看到一个人，后面是很多畜生小鬼跟着后头，那什么都是你的冤亲债主。啊，他不没离开你，他跟着你。你现在走的是好运，他不敢碰你，啊，给你有一点距离，不敢贴近你。等到哪一天你的好运走完了，啊，他慢慢就靠近了，越来越靠近了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不是不报啊，时辰未到啊，啊，很可怕了。啊，没有学佛，没有读圣贤书，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啊，造作许多的恶业。啊，学佛之后读圣贤书，明白了，再不敢了。啊，我26岁才遇到佛法，才知道这些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我学佛不到半年。我就素食了，放生赎罪也。啊，抗战期间，我喜欢打猎，杀了不少众生。啊，年轻无知，啊，是赶快回头，赶快忏悔。啊，将修学的功德统统回向给他们，啊，帮助他们超生到善处，啊，不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升天，或者是重到人间，啊，不再去做畜生恶鬼了，啊，我们的全心全力帮助他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啊，就是中国古老的这个传统所教导我们的，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我们都把它看作是基本的戒律，要做到啊，决定不能违反呐，啊，你要是真正做。你会很快乐啊，真的啊，像方东梅先生早年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呢？心安理得了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压力啊，人家是很多时候精神压力是这个很多压力我都没有感觉到啊，每一天生活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呐，啊，决定不做亏心事啊，那个干不得的，那个干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压力了啊，起心动念都是利益众生，没有想到利益自己啊，你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啊，孔老夫子，你看看《论语》第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那个“说”是喜悦呀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
喜悦，啊，不是外面的刺激，啊，从内心生的，这是真正快乐，啊，真正的发喜，啊，你持戒就能得到。第三个，忍辱。在佛经上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忍的意思，忍耐的意思。啊，因为中国人，啊，古代，啊，中国的读书人，把儒看得很重。所谓士可杀不可辱，士就是读书人，读书的人杀头不怕，侮辱不可以。所以这个翻经的这些法师的时候，就是中国人对儒看得这么重，就是忍辱。这是特别在中国翻的，啊，用这个来做代表。那儒都可以忍了，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忍的，啊，就通通都可以忍了。这是讲恒心，啊，你看我们要学道，要求学，你没有耐心。没有恒心，没有长远心，你就不能成功。啊，能不能成就的秘诀就在这个字：你能不能忍呐？啊，你看看古人所说的：“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”你能不能忍？啊，设在寒窗。啊，你真有这个耐心，你就成就了。啊，一门深入，这是持戒。没有开悟之前，就学一门，决定不学两样东西。为什么你心里才会得定？啊，持戒的目的是要得定。修定的目的是开智慧。啊，所以戒是因，定是果，定又是因，开智慧是果。啊，你没有耐心的话，你做不到啊。啊，一定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把自己的精神意念集中在一处。啊，《一教经》里面佛说：“智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。”啊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念头是散乱的，啊，像这个灯光一样，光是散乱的。如果把这个灯光集中在一点，你变成极光了，那个力量多大？我们把散乱这个念头啊，这个念头收集起来，集中在一点，那就是佛经上讲的三昧，啊。三昧起什么作用呢？神通现前了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虚命，啊，都能现前。啊，乃至于神足通，啊，神足是变化。为什么？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那个心想集中在一点，那真是用起来就很方便了，六种神通都出来了。
啊，所以定能现神通啊。啊，神通是自己的本能。啊，本能为什么失掉了？就是你的心乱掉了，这不集中了，心乱掉了，所以这个能力丧失掉了。如果今天把念头再一集中的话，这能力马上就恢复了。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现在外面的环境诱惑太多了。啊，这些诱惑它是来伤害我们的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啊，还感谢他。啊，你看今天我又收到一个同修寄了三本书给我，都是讲预言的。啊，讲2012灾难的。啊，分量不少啊，一本都这么厚啊。我看不看他？我不要看他。啊，我要看他的时候，我的这个思想、精神更分散了。啊，我不上当，我看佛经，我不看那个。啊，看那个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我看佛经能解决灾难问题。这不能上当啊！我只看《无量寿经》，我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只看《无量寿经》，《华严经》放在一边不看了。啊，这个经讲完了，我要继续讲《华严》，我再看那个经，就看一样，就想一样，别上当啊！啊，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国内海外灵媒很多，哎，你要跟他们接触，许许多多的信息啊，也会把你的思维扰乱啊，你知道很多东西你没有法子解决。你如果说完全都不知道，一心念佛了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，怎么会有呢？化解了。确实啊，啊，已经化解了，不需要知道啊。啊，有的问题化解了，没有的问题也化解了。这多殊胜呐！啊，不但佛法做到啊，中国过去儒道都做到，没有杂念，没有邪念呐！啊，所以是正念先前，儒释道都讲求正念呐！啊，正念从哪来的？从忍辱来的。从持戒来的啊，所以学东西一定要有长远性，一个目标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好啊！你看你每天啊。可以到十方世界分身去了啊，他那个分身的本事实在是了不起，他分的那个身变的变化的身啊，他真能办事啊，不像变魔术可以变几个身，但那个分的身他不能办事啊，这个分身跟真身一样，到十方世界去供佛，供佛是修大福报啊，
听佛讲经说法开大智慧啊，佛慧双修啊，要不要去？要。什么样的心态去呢？善财童子的心态去。随缘妙用啊，跟十方世界诸佛不可以不结缘呐、啊！啊，因为每一尊佛他度化的这个众生，也是无量无边。你跟佛结缘，跟他所有众生都结缘了。啊，这好事情要去做，啊，但是决定不能分心。啊，这就叫妙用。啊，缘可以随缘，心里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啊，啊，如如不动当中，佛圆满了，慧也圆满了，你看都不可思议。啊，修福没有起心动念就圆满了，听教也没有起心动念，智慧圆满了。什么智慧？根本智啊！什么叫根本智？般若经讲的，般若无知，那是根本智。为什么叫根本智呢？它起作用的时候就知道了，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，不起作用的时候无知啊。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，这是智慧呀！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人学习的那常识学富无车，这是古人形容，你读书读得多啊，你的常识很丰富啊，它不是智慧，是知识啊，知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，它解决一时，它不能解决究竟啊，解决一面不能解决圆满，智慧不一样。啊，所以这些道理大概在这个世界呢只有中国有啊，啊，古印度有啊，其他地方当然也有，我们听到的比较少啊，在中国在印度的时候那听到就很多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修忍。啊，第四个精进。你看这两个字，精是什么意思？纯而不杂。精是进步。啊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那叫精进。啊，你学东西学太多太杂，那就乱了，那不叫精进，叫乱进。啊，所以他学的东西你通通说记住不记得不，那就是常识，它不是智慧。精进生智慧，为什么？精进的心是定。啊，学很多东西，光学多闻，他的心是乱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心浮气躁，啊，表现在外面就这样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精进而后。禅定就现前了，
啊，所以忍辱精进是禅定的前方便啊，就是禅得定之前必须具备的条件。他们不能忍，他不能精进，怎么会得禅定？哪有这种道理？那在我们这个法门里头，一切都要归念佛三昧。这是真精进啊。啊，禅定两个字，禅是梵语音译过来的，定是中国意思，中国字，意思很接近啊，所以这个名词叫华梵合一啊，禅是梵文，定是中是华文啊，梵华合一。啊，禅它的意思是不着相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在学习里面常常讲的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啊，这就是禅。通常翻译呢叫净律，啊，清净心。这律是什么？律是形容词，它确实并没有思虑。啊，我们凡夫要问你一段事情，我想一想再回答你，啊，那就是律。啊，真正修禅的人，他并没有律，啊，但是他清楚。啊，虽然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样样清楚。样样明了啊，就是讲嘛，它不起用、不起作用的时候，它是定啊，无知，般若无知；它起作用的时候，无所不知啊。所以禅是体，般若就是作用。般若是体，禅就是作用，这两个互为体用啊，没有真实智慧你定不下来，没有定功智慧不开啊，所以它是互为体用的。般若也是梵语啊，通常把它翻成智慧可以这样说法，但是他还有很深的意思，他那个智慧是真智慧，无所不知的智慧啊，所以这在中国文字里头找不到相对的这个文字啊，所以在翻经的时候还是用他的音啊，般若是音应理，再加以解释那么这 六种啊，菩萨修的这六个项目在哪里修呢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与这六个项目都要相应的，那就是菩萨了，不是一样一样的修啊。啊，起一个念头，一个举动，
跟这个全相应。那才是菩萨。啊，布施里面有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持戒里头有布施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每一条里面都具足其他的五条。啊，每一个念头都具足。每一个动作都具足。每一个行为都具足，这是菩萨了。啊，所以小小戒没有根基，怎么修法？啊，大乘经里像华严里面所说的。一切一切，任何一法肯定含摄一切法，一切皆一。啊，从这个教义里面，我们就能够慢慢体会到，整个宇宙是一体，没有法子分割，好像宇宙啊。是个网络一样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的网络一样，任何一点立刻就传遍全体。啊，我们在黄岩观里面就很容易体会。啊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乃至于自然现象。念念，他对外面发信息，同时他念念也收到整个宇宙的信息，这叫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用物质现象来说，佛家讲的是一微尘，现在科学家讲的是一个小光子。时间虽然短，它里具足宇宙圆满的信息，都在里头。啊，还原观上告诉我们，这三个现象。第一个现象，周边法界，这就讲它的这个波动啊，这波动线它发出去，它收进来，都是周边法界啊，受法都多边，速度之快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畜生无尽啊！畜生呢，一切法了，一株小草，一片树叶。佛讲，我们身上一根汗毛。具足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法啊？为什么？他发的这个波，遍法界、虚空界受到，遍法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，他的波的是也全受到，都在一念之间。这个一念，诸位要记住，弥勒菩萨说得好。一弹指多少年呢？32亿8000年啊！我们同学把它算出来，320兆啊！一弹指320兆的念头，
啊，他法跟受都是变法界虚空界，这科学啊，佛经科学，我们今天讲的谦虚一点，叫高等科学，就谦虚一点。要不谦虚呢，那也方老师的话啊，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，这方老师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那么他的心量，这要知道啊。这第三个周边，含容空有。我们今天如果是不能够包容啊，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人事物不能包容，我们怎么能证得圆满啊？为什么不能包容呢？因为你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要是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恢复了啊，那是大乘经教里面常讲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你才得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法喜。为什么？全包了，知道是一不是二啊。这个我喜欢，那个你讨厌，那什么？那六道凡夫啊，六道凡夫的心量不是佛菩萨，佛菩萨心量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佛菩萨心目当中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啊，来找我麻烦的人，好人吗？好人。好事吗？好事。为什么？他来考我的。啊，他来陷害我是来考我的，看看我还有没有分别执着了，啊，我还有没有怨恨了，啊，他考验我，我没有怨恨了，啊，我欢喜接受，没有怨恨，啊，更没有报复。我及格了，我提升了啊！没有经过考试，不知道是真是假啊！所以一切顺境逆境都在考你啊！顺境考你什么？考你有没有贪心，有没有贪爱啊？贪是烦恼。逆境考你有没有嗔恨。有没有怨恨啊？从这些地方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断掉多少，就知道了啊。一考，顺境还有贪心，逆境还有怨恨，不及格那要好好加功夫啊，要感谢这些考试的老师啊，啊，冤亲平等啊，没有冤亲，你就想到我们一毛端，一个细胞啊，一粒微尘，它无限制的在收发信息，这个信息都是变法界、虚空界。啊，我们今天定力不够，心散乱了。啊，如果有定力，心不散乱，这信息我们全知道。啊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个道理你相信了，事实真相啊，你体会到几分，你才晓得。诸佛如来全知全能，
它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修到那个时候也是全知全能，全知全能是我们自己的本分呐、啊，就是老祖宗讲的人性本善。啊，用这个善来形容，啊，是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看，妄想执着做成障碍了。啊，我们自己的智慧都能被它障碍了，不起作用了。啊，实际上它还是起作用，起反作用，智慧变成烦恼，啊，德能变成造业，相好变成六道轮回，迷了的时候变直了，啊，把正常的作用啊扭曲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我们真正能够放下，把这六个项目做好，啊，像六个科目也可以，这六个科目我们通通把它学好，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全部就现出来了。啊，所以心本来是定。啊，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啊，就说明自信是真心，真心从来没有动过。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动了，动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妄心不妨碍真心，真心也不妨碍妄心。我们用真心，妄心不要去理会它，就不起作用。啊，我们今天是太关怀妄心了，把真心忘掉了。六道凡夫就是这么个情形啊，真心不是不在呀，忘掉了，真妄永远不离开。啊，就看你会不会用。啊，记住，真心里面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只要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就要觉悟，那是妄心。啊，妄心应该要放下。啊，真心呢，不要去求，放下妄心。真心就现前，这是古人所说的。啊，只要舍妄，不要去觅真，啊，别去找真的。你找真的话，又是个妄心，你永远找不到。你不找他，他就现前了。六度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底下一句“六度是万恨”，六度展开就是菩萨无量无边的。细心啊，在佛经上通常讲，他讲有数字，八万四千细心啊。这八万四千怎么说法呢？每一条都具足八万四千，布施八万四千，持戒八万四千，忍辱八万四千，乃至般若。
啊，每一个科目展开都是八万四千细行，而且八万四千行像一个网络一样互相重叠。啊，任何一点它的频率都周边法界，同样一个道理，任何一点它能够接收啊法界所有的信息，电脑不能比，要跟这个那电脑是差太远了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真的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虽然没证的，啊，这是因为在大乘教里面长时期的熏习，我们熟悉了，我们能理解，能相信，不怀疑了。啊，从今之后依教修行，用什么方法修行？一句佛号，你才相信一句佛号管用，一句佛号具足一切法。啊，六波罗蜜通通在其中啊，一法都不漏啊。啊，一句名号圆满具足，我们的修学找到了方法，下面坚固不退之。啊，执如上之大愿大行，决定不移，永不退转。这是什么人？真正明白了，真正不怀疑了。他才能做到。所以疑，你看看贪嗔痴慢疑，这根本烦恼最后的一个啊，列入到最后，那也就是最重要的中国跟古印度往往都把最重要的摆在最后。啊，所以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，比前面的厉害呀、啊！前面贪嗔痴慢容易断呐、啊，那个疑情不容易断呐、啊。啊，疑要什么东西断呢？智慧，真实智慧才能帮助你断疑生信。啊，所以你对于圣教这些怀疑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啊，也可以说这是应该的。你是凡夫，哪能不疑呢？那天人也疑，甚至于讲四圣法界还是有疑啊。啊，谁不疑了？初住以上不疑了。因为不疑才能证得出主。贪嗔痴慢容易断呐、啊，疑难断呐、啊。像藕断丝连，藕断了丝连上，这疑太难了。疑要靠真实智慧，啊，要靠禅定的功夫。
啊，你才真正能够做到决定不移，永不退转。啊，大愿大行，大愿不退，大行也不退。啊，行愿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都在一些小戒里头。啊，一般人没注意到的，啊，这些小戒，啊，都在这里头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小戒，佛法叫威仪。啊，就中国古时候的教育，有道理啊。啊，古时候的小学。私塾啊，小学啊，老师要给同学生做榜样，做什么榜样呢？学小戒是15岁之后进大学啊。中国以前没有中学，只有小学跟大学，那叫太学啊。进太学里面学大戒啊，那个时候大戒多半是指朝廷啊，那些礼节规矩啊，学那些啊。小戒呢，就日常生活啊，礼节嘛。啊，小戒就是小的礼，啊，大戒是大礼。啊，决定不移，永不退转，这两句话决定了成功跟失败。啊，这两句话你能做到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决定成功。啊，如果你的方向目标动摇了，啊，方向目标转变了，那就不能成功啊。事出世间法没有例外的。如寄云，这个四句寄是本经的经文，我心决定坚固理，唯佛甚至能证之，纵使身执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这四句寄前面我们读过，阿弥陀佛在他的老师面前，世间自在王佛啊，发愿修行，求佛给他证明啊，他发的心，这个心发的太大了。啊，一般人都疏忽了，阿弥陀佛发现了。不是说其他诸佛能力比阿弥陀佛强，没这个道理，佛佛道同。啊，智慧神通道理是平等的。啊，只是有人发现了，有的没发现。啊，阿弥陀佛发现了，发现什么呢？帮助这些罪孽深重、堕在恶道的众生。
啊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这个离苦得乐不是平常的，所谓是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那究竟必须要超越十法界。啊，不超越十法界不究竟呐。啊，不超越六道轮回，那更不究竟呐。啊，得究竟乐是大涅槃。啊，没有证得大般涅槃，都不叫究竟乐。小乘的般涅槃不算呐。啊，阿罗汉所证得的。啊，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用我们现在来说话来说，办教育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办教育的，教学啊，等于说在那里变办了一个学校啊。啊，这个学校在哪里呢？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介绍，啊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西方，过十万亿佛国度，那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。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妄语，这从四相上讲。如果从理上讲呢，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空间维次，它在哪里？它无所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一样，不同的频道。你要是按对频道，它就现前了。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中峰禅师在三十心念开示里面告诉我们，真话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给你讲真话。你的心是阿弥陀佛，愿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前了。啊，同心同德同愿同行，阿弥陀佛。为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尊重赞叹，啊，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。啊，我们的心愿德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就是专赞。赞叹自己啊！从方方面面去观察、去体会，你才知道净宗法门真的不可思议。啊，诸佛如来的赞叹不是假的。啊，是真的。啊，这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，就往生。一念清净，那一念就成佛了。
其他诸佛如来度人，条件是念念清净，这个难啊！阿弥陀佛，只要一念，一念清净就成功了，这个太方便了。我们叫念念清净，我们做不到啊。一念清净，哎，又是可以做到。啊，理上真讲得通啊，不是讲不通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每一个念前念跟后念不一样，念念是独立的，它不是一个啊，所以你一念起这个相应，那一念它就成佛了，它就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念念就清净了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条没有染缘，能让你这个意念保持下去，这个了不起啊！啊，换一句话是，到极乐世界，你烦恼虽然没有断，烦恼在那里不起作用。啊，你说贪嗔痴慢都不起作用。啊，你说贪，我们讲相好。啊，这是经常前面我们都过。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人都是一个样子啊，完全相同的。他说的道理很简单，十方世界的这些众生业报身啊，有相貌长得好，有相貌长得丑陋，长得好的人骄傲，长得丑陋的人呢感觉到自卑，这不平啊，心不平啊，到极乐世界大家都一样，就心生不起来。那他不让你生起来啊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贪心很重啊，贪财啊，极乐世界财太多了啊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不需要贪了，太多了。那我们这个世界，说实在话，对我们这生命最重要是什么东西？最重要的不贪，不重要的偏偏就贪，错了嘛？最重要是空气，你看谁贪空气？谁去拿个东西把空气装起来？这最重要的。那没有看到了，那黄金没用处，又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，啊，偏偏就谈这些东西，啊，错了，完全错了，啊，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你的生活必需品随念就变现出来了，啊，想什么有什么，你还谈什么？啊，不用的时候就没有了。也不需要储藏，那在这个世间家家都会有个储藏室，到极乐世界储藏室没用处，不需要储藏，不用不用就没有了，那要用它就来了，你说这多自在。所以你的贪嗔痴慢都起不起来，那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你看到不如意，没有一个人你看到不顺眼啊，没有一桩事情你看到的是可恶，没有啊，所以你的贪嗔痴慢疑都起不来，根就都断掉了啊。在那里住一段时期的时候，慢慢受这个熏习啊，这个五毒的根就没有了啊，根没有了，缘当然也没有了啊，内缘是怨恨恼怒烦没有了，都起不来，都没有。阿弥陀佛用这种方法了，帮助我们快速成就啊！啊，只要你一念清净啊，这个很有道理啊！你比如祖师给我们讲的十念法啊，每天早晨一次，晚上一次啊，这是对于工作繁忙的人啊，没有时间做早晚课。啊，早晨起来洗脸之后，啊，
有佛像面对佛像，没有佛像面对西方，念十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也有人呢是因这个一口气做一念，念十口气。啊，有些人就是一句，这叫一念，啊，念十句。啊，养成这种习惯，啊，早晨一遍，晚上一遍。啊，我们用这个方法，啊，教了很多同修，那是在这个新加坡，啊，我们才想到这个方法，啊，每一天九次，啊，一定记住，一次都不能够缺少，每一天九次，啊，早晚。这是两次，三餐饭吃饭的时候不念供养咒，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念十声啊，三餐饭三次，上下班，上午上班一次，下班一次，下午上班一次，下班一次，一天九次，管用啊。啊，我们提倡这个方法，在马来西亚南洋一带同修，啊，很多人告诉我很有效，啊，时间很短，啊，一两分钟，所以不爱工作，啊，又容易学，啊，就是养成习惯。生念必生啊，啊，在临命终时，这个生念就管用了，啊，这是符合第十八愿，啊，而十八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，啊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落实十八愿，啊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常常记住，我是极乐世界的人，这个很重要，这就是你发大愿，求生净土。我是极乐世界人，我不是这个地球上的人，我来干什么呢？我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人。啊，极乐是我的老家，我现在出来旅行，我家里什么都有，你们这些东西我通通用不上。这就是发大愿呐，这就是修大行呐。啊，念念为苦难众生，我用什么帮助他了？把经讲清楚，讲明白，讲透彻，让他去啊，一生得度，一生圆满，只有这一句名号。你说多简单呐！啊，经不会念没关系，意思懂得了就行了。紧紧抓住这一句佛号，你这一生就成功了。早年间我讲这个经典，讲这句佛号，告诉大家这句佛号是什么，是我们到极乐世界的信号，我们在空中飞行，这信号就是我们的航路，哎，记住这句佛号，你就不会走错航路，肯定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你把这个佛号丢掉了，或者去搞别的去念咒念其他的时候，你就会走错航路了。啊，你到不了极乐世界了。啊，一句就行了，不要搞得太多太杂了。啊，经典这一部真难得。
啊，我们不能不感激夏莲居老居士用心汇集，他汇集这部经用了10年的时间呢。初稿3年完成，改了10遍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注得好啊，我觉得是感应。啊，你看看他经过文化大革命，遭了难了，受了苦啊，把他打到牛鬼蛇神。啊，平反之后，所有的一些资料都毁掉了。我去看他，他住的那个小房间，一个床铺，前后堆的都是书。我仔细一看，就是这注解的资料，190多种啊，三宝加持。我问你是从哪里找来的啊？啊，这注解引经据典啊，不是三宝加持，这书从哪来？不可思议啊！他要没有这些书的时候，这个注解就不能写了。字字句句都有出处啊，都有根据啊，全都是历代祖师大德的智慧啊。我们今天读到，你说这个福报有多大？都不可思议，要珍惜。这一生当中，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决定往生。那很多人既然都在讲2012，啊，我在今年访问澳洲10个宗教。访问了梵蒂冈，啊，南洋这些宗教，大家在一起，哎，也都把这个做话题了，啊，这是以往从来没有的，啊，今年到处都听到这个话题，啊，我们不要去理会，一心念佛，这问题解决了，啊，所以我感觉到。2012不见得会有大灾难啊！为什么呢？念佛的人很多，都在做回向。世界上其他宗教徒都为这个事情做祈祷啊！我相信不会有什么大灾难出现啊！小灾难是免不掉，大灾难不至于出现。可是我们担心一个麻烦事情，怕的是人类自己毁灭自己，那就没救了。啊，自己怎么毁灭呢？核武战争。啊，要知道，今天全世界拥有核武的国家，啊，核子弹头。科学家的估计，他们的报告，至少有75000枚。啊，每一个核弹，最小的，啊，也是长崎、广岛的10倍、20倍，这最小的。普通的大概都是100倍以上的。
啊，这一颗炸弹足以毁灭一个大城市。怕这个。什么时候会爆发呢？我们看20年、30年之后，现在这些小孩长大了，那就不保险了。现在这些小孩呢，从小就玩电动玩具，电动玩具内容是什么？杀人游戏。到他们长大了，他们掌权了，核武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就来玩杀人游戏。这怎么得了？这太可能了！啊，在于这个社会不平，特别是贫富不平，啊，情绪上也不平，也不平。啊，他不想活了。啊，我不想活，你们跟我一道走。啊，那一个按钮，战争就爆发了，这个很可能的。谁发动战争？神经病的人发动战争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神经不正常的人太多太多，所以这非常可怕。啊，挽救没有别的，就是恢复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跟宗教的教育。啊，必须大力的来推动，啊，唤醒人性呐，啊，才能免除这个灾难。啊，所以美国一位科学家说得很好。如何应付2012？他说了三句话，希望全世界的人从现在起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能够将地球带到更美好的社会。这个话我们相信，啊，跟中国传统教学相似啊，跟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也相似。所以汤恩比博士说，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帮助21世纪的社会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平，啊，很有道理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怎样来推动？这就是现前应该做的工作了。啊，要全心全力去做，帮助社会，来拯救地球啊！能做得到吗？能。佛经上讲的道理，科学家承认了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就是原理啊。懂得这个原理，我们居住地球的环境，境随着我们心转的，我们心不善，它就变得很多灾难；我们心善了，它样样都变好了，啊，风调雨顺。啊，虽然外国科学家都讲端正心念，啊，改邪归正重要。
不但救自己，救你一家，你也救了社会，救了国家，也救了全世界。啊，那这样一生就非常有意义了。我们没有白来，啊，我们应当把它做好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